雪莹小姐，男人死了。 就是那个何祭司，对，咱们家人都知道了，大奶奶就让瞒着你一个人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去鱼刺的时候，翠儿跟我说的。那翠儿还说啥了？现在雪莹小姐特别不好，她男人死了以后，他们家另外几个人正想办法把她往外撵呢。 二爷，你跟我走。二爷，你不能去。二爷，你真不能去。哎，二爷，你跟我走啊你！二爷，二爷，你不能去啊！二爷，二爷，你不能去。走，二爷，你不能去。你别去，我跟你说，你去了没用。走不走？我不走，我走。啊，赶车！ 赶就赶，有什么呀？大奶奶，咱们这去哪儿啊？ 大奶奶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这是去祁县乔家堡的路。大奶奶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去见乔家的二爷呢？你才刚刚从江南贩茶回来，乔家的太太又刚刚给他一胎生了两个大胖小子，这会儿人家家里正大摆喜宴呢。你说什么？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常川来跟我说的。掉头，往那边走。好。 劝起不行吗？你这一去不是害了他吗？少废话！好好好，就当我什么也没说，你是爷行吧？我听你的。就。 等我一会儿。哦，知道了。 孙先生，东家呢？我。 正找您呢，来来，东家去鱼刺了，糊涂！小点声。本来就和江雪英的事闹得满城风雨的，这时候去干什么？这一生的大事业刚刚开始，找什么江雪英啊？
快去，快去备马。上哪儿？把东西撵回来呀！啊，快去，快去！我去，我去。是你呀、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雪莹小姐在里边呢。啊！哎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！哎呦，你老慢点儿！哎，这手真细吧？哎，哎呦，你是什么主子呀？有你这样的主子吗？这么对奴才？把我拉起来，快！来吧，来吧！哎呦，摔死我了！快给我揉揉！死了你！哎呦，我问什么呀我？讨厌！哎，你别跑啊！哎，主子，我追不上你！哎呦，主子，我追不上你哟！哎呦，主子，哎呦，哎呀，别坐地下，那多脏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奴才把椅子给你拿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把人家小姐衣服都弄脏了，嘿嘿，真是的！来来来，坐坐。哎，好久没见到你了。胖了，讨厌。什么呀？嘿，哎呀，你吃吧。我才不吃呢。吃吧，我给你留了好些日子了。你吃吧啊！哎呀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啊！给你留好些日子了，快吃，吃啊！长顺，长顺，长顺！啊！快点！哎，就雪鹰，就。醒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雪鹰，放开我！是我呀、啊，我是智庸啊！放开我！雪鹰，放开我！是我，我是智庸啊！放开我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是我呀！放开我！是我，是我呀！快点！这！老徐，看见一辆马车，按哪条道走的？不是一辆，是两辆，从那边走了。这边，哎，那边。谢谢啊，老乡。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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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。
雪英。志英，你怎么会来这小庙？是天意。我听常说说何家少爷的事，我想去看你，但是我又不敢。我就想到了这座庙，你肯定在这儿，因为这座庙是咱俩的，对吗？志英，带我走吧，志英，带我远走高飞。好。我除了你，我没有任何人了，真的。我的茶壶已经备好了，等你上路呢。没事。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？回去，走！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志庸，志庸，你去哪儿啊？有钱的大小姐刚给你添了两个小少爷，你刚才还在家里大摆喜宴呢，是不是啊？乔志庸，你来那座庙根本不是为了来看我，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自己心里舒服，对不对？你说话呀！乔志庸，你听着，我以前一直把你当个男人看，可是今天我看不起你，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。雪英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！不用你管。雪英，你男人都死了，你能去哪儿？你跟我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乔志庸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何家的孩子。不可能！你不信？雪英，放手！雪英，你跟我回去吧，雪英。放手！雪英。